来看一下什么时间点，是2015年，这看右下角那个月历啊，是11月26号的上午，7:09呢、啊，是星期四，2015年11月26号上午的7:10了，好，早上时间，好，把那日历消除。我们现在小宋这边，我们在看哪个网站呢、啊？是 Science。是 Science Weekly 网站，是，就是如果侵权的话，基本上这个东西只能当做存档了，是，因为还不晓得那个 policy 就是政策的问题，就是版权政策的问题，但是它有一些东西啊，因为这是 Science 的 News 的部分的，就是所谓的我们只看新闻的部分，看图片说故事也可以，不仅要看进去文章里面，如果小说本身有一些概念的话，就大概讲解一下，OK，是啊。也许还可以放大一点，是不是？看放大一点，OK 啊，250倍，250%，哦，30%，OK，这样 OK 了，试看看。好，现在是2015年11月25号的最新的消息啊，跟科学界有关。我看，英国呢，那科学 Spill Projects 是大概就是那个。是经费，然后费用，投资在科学的这些研究的费用，预算的问题，要那个要预要对抗那个通货膨胀 inflation 好，过去就像我看小宋一样的原则，就是政治性的东西基本上是要退居第二线的，那我们只看那些研究性的状况。我也许这一段你先录个10分钟左右，当个test。好，第二个是。这什么东西？好像左边还有一个恐龙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个好像左边那个好像是富龙杰龙，那头上有那个头冠物。富龙杰龙那个头冠呢，有很多说法，有人说是因为看熊公鸡的鸡冠一样，是鲜红色的，是这种性质吸引雌性注意。那另外一个说法是，它可以当做回声的枪啊，这个共鸣枪，要发出声音的话，可以有共鸣现象，就像喇叭枪一样。有声音传很远。第三个说法呢，是它因为它在水边活动，你说哎，它在里面储藏空气，在拉拉水中停留在水中一段时间呢，是供应它的，然后就像水肺一样的功能嘛，是三个，大概是三个。OK，the missing link between dinosaur nest and bird nest，它基本上那个早期呢，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时候，煤矿坑啊，所发现那个始祖鸟，基本上已经早就推翻它是鸟类，现在鸟类的始祖了。因为呢，在东北，那过去几十年，一二三十年来，都会发现什么孔子鸟、辽宁鸟，基本上以中国古代的名称呢当做命名的，那基本上比那个始祖鸟还要更古老，但是它更接近现代的鸟类，也就是说，始祖鸟是中间冒出来的，是不是真正的始祖？说现在的所有的鸟类，小宋整理一下，现在所有鸟类大概是9000种左右现身的。是那这个抬头呢，说哎，它是在那个它是从窝里面做着手研究，就是恐龙的窝呢跟鸟类的窝之间的是 missing link，就是失去的环节，是啊。那小标题写什么？是某些这种OK 是，大概就是从蛋壳嘛，只能从蛋壳里去做一些观察。好，过去，当我们看到有趣的东西，点进去看，OK，看更深入的状况。基本上这还是11月25号，2015年，看这是什么？How the moon got its tilt，就是说，哎，那月球呢？它怎么会倾斜式？就好像地球为什么倾斜？就是至少23.5度这斜那个地磁偏角，就是。那轴也是有点倾斜，那 tilt 是指倾斜的意思。我这一段呢是讲说月球的倾斜是怎么造成的，是吧？And Earth got its gold 什么意思？我看 blame a gravitation tax of anyone。我大概是讲的是地球科学状态啊，过去。和11月21号今天的呢，是啊。We used to reverse turkeys，哪里在？是啊，火鸡有关系是。我们过去呢是什么样？Reverse Turkey's that exams，反转嘛，报复，不晓得什么意思。而且下面那个小标题 ，Ancient Pueblo，Pueblo 是 Pueblo，那个是北美洲的，中北美洲那个是印第安部落，
Pueblo 是那美国境内一个很有名的印第安部落，它是东边嘛，是东美吧 ，shared scarce for those birds。他说古代的那个 Pueblo 印第安人呢是，那把那个很少的食物、啊，分享给鸟类是很特别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他讲的火鸡啊，这火鸡基本上是鸟类的一种，没问题。好，再下看看，sector our favorite 是啊，那网上呢，这个网上。是，看看是什么东西 ，silenced growhead， 是啊，是从那个扁虫啊或涡虫之类的物种啊，比较原始的物种啊。涡虫呢，小众所知的涡虫，它是第一个就比较有完整的，最开始比较有完整的神经系统的是动物。从那个开始呢，神经系统慢慢应该是分神经系统，还有叫神经结节，就像后来是越来越高的，越来越复杂，演化出大脑。那这边在扁虫或者是涡虫身上的是只是个神经结球而已啊，是，是从涡虫身上呢是，这培养出是啊，培养出另外的物种的头是什么意思啊？是 OK 不晓得 ，Let there be light 说 OK， 上帝说让那边有光，他创造光啊 ，and alcohol 这什么意思？好的。好，可以过去，好，这可以往回看了、啊。那我们看到哪边呢、啊？第四偏角。好，我们看看那个恐龙的窝好不好？或者我再往前看一下啊、没有太多东西哈、哦。OK， 没有太多的。好，我们看进去，恐龙的窝这一片，看它有没有东西，怎么点进去？能点进去 ，OK， 能点进去。就是那个。鸟类的窝跟恐龙窝中间的中介种是不是中介的状态啊？什么东西啊？那个illustration 写什么是化石的蛋壳呢？那可能显示什么？可能意味着什么？是那个duck bill 是鸭嘴龙啊，鸭嘴龙，左侧那个鸭嘴龙。哦，这是鸭嘴龙是不是 ？OK， 我看看，把它们的蛋呢，就是埋在那个有植物的腐殖的植物的那个是小山丘当中，就好像今日的那个是现身的那个鳄鱼的状况一样，哇，不见了是不是？手发什么事啊 ？OK， 我去。关闭所有连线咯 ，OK， 关闭连线咯。怎么样把它弄掉呢？还在录当中啊，是啊，还有继续在录当中，我看看是什么东西，或者说还在录当中 ，OK， 这边。